各位好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来分享这个第82首哈。这就是菩萨给台积电啊。那么会不会被炸？好、啊，被毁？会。第82首呢，这个吕纯阳重生子树。炎炎烈火，焰烧天，焰里还生一朵莲。到底永成根不坏，依然枝叶色新鲜。好，这个是古，这是今，菩萨说以古为主，好，那今也一定要看。好，那么菩萨特别指出来的呢，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英国的英，然后呢这个特，英特就是这个失误的误的左边的牛部，还有呢这个时间的时，这里的右边就是一个四，牛四就是特，牛四之谓特。耳就是耳之命的耳，所以这里都有。这个牛石的右边，物的左边，英特尔，菩萨说特别英特尔是这个要防这个小人，就是台积电呢要防小人就是英特尔。那英特尔呢就是在台湾也有，在新竹，在台北，在南港都有分公司这样。所以估计是英特尔，应该是他们把它炸毁的，应该是英特尔。当然整个来讲就是美国。菩萨说火会非常的大。所以他说炎炎烈火。因为我问菩萨说那到底会不会嘛，好，会不会成为真实，就是会不会真的烧，那基本上会烧，会烧。那这个炎呢就是菩萨叫我解嘛，那我们第一步一样，第一步拆字，第二步组合。那么这个小人，一方小人，英特尔，英特尔。那当然，那你知道英特尔就是一直想要等于说取代这个台积电嘛，那一直想要这个美国的补贴。说文解字的话呢，就是炎的话呢就是火光上，火光上嘛，那详细的解释呢就是它炎这个是个会意字，是二火，本意就是火苗升腾，所以呢这里有一个苗字，估计也跟这个黑猫有关系。那炎就等于说火苗升腾，火苗升腾，二火。那这个烈，菩萨说这个火势非常的猛烈，所以会火很猛，火很猛，火光上，火很猛。所以这个火烈，排列的烈，火字在下面一般写作四点，火势猛。好，那么火这个字呢是这个毁，一个火一个毁，所以菩萨说其实会被毁掉，就是等于说台积电会被美国给毁掉。他不想要让中国，有没有这里个中字，中，他不想要让中国去得到，所以他就会毁掉台积电。那这个毁的话的最右边有一个这个没有的没的右边嘛，那么跟这个和，跟这个眼部
就是疾病的疾的左边去，疾病的病的左边去合，那么刚好就是一个字，大家知道的。那又刚加上那个字，那就是黑猫啦。啊，所以基本上它也是危害人类罪，是真的。好，菩萨证实了这个事情。那当然跟英特尔啊，就是说他这样也。这个炎炎烈火绝对是跟英特尔有关系，因为菩萨是说这边有讲说台积电要防小人，那防的就是英特尔，哦，美国英特尔。那南方之行，所以呢在南方的部分可能会被毁掉，那我就其实我就不是很清楚了，哦，我觉得应该是北方吧，所以我不知道，那有可能是南方之行炎而上啊，或者说指的可能就是南方的什么东西，好，南科吧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不是很清楚。好，那个还要再精密的查这样子。这里也有尾，好，一般我们说文解字注是参考用的，主要还是说文解字。说文解字、说文解字注，还有一个叫说文，它总共是三本，它是三种，三种。主要以说文解字为主，好，说文、说文解字、说文解字注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说在甲骨文字象形的火焰，啊，汉字部首就是物体燃烧所发的光，啊，焰、汗、热，这样，而且离为火，啊，离为火，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离卦嘛。好，离卦就是火嘛，就这样。那总之就是火嘛，那火就是把台积电给烧了嘛，啊，烧了就 barbecue 了嘛，这样子啊，就完蛋了，完蛋了 barbecue。好，那么这个字呢，就是烧啊，烧的话呢，就是从形声从火摇生，啊，本意使物着火。哦，所以他就是有点火啦，食物着火他就放火了嘛，就圣人说的就是不要杀人放火就已经好棒棒，你小孩不要杀人放火就已经及格了，哦，20分就及格了，哦，我以前真的心里面非常的翻白眼，觉得怎么那么低的标准，现在看来圣人真的有够准的，太准了，哦，烧就是热，哦，一个草字头的一个热。那么这个字呢是焰嘛，哈，形声呢从火，好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线，线这个小井从人在这个应该是，哦，就是这个旧象形呢小篆字像这个装米，不好意思，我有念错，不是装，不是装，不是站桩的桩，是聪，是聪明。聪明就是把东西放在石臼或者是玻璃捣去皮壳或者是捣碎，哦，就是春，啊，说文解字就是捣碎，所以从这个池处零旧上午，啊，有雏形，啊，等于说有中午的午，那火就是中午，啊，火就是有中午的意思，所以基本上中午就是最炎热的时候，中午的时候烧，然后呢，嗯，总之呢可能跟午有关系，有可能是午这个五月，啊，中午的五月五日或五十的不一定了，哈，反正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应该是耸首，哎，又有耸首，哦，这个耸首会意从立，啊，有一个立，从束，哦，结束的束，立站着，束就是约束，就是有肃静恭敬，哦，所以有肃静恭敬的意思，哦哦，等于说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蛮严肃的了，哈，哦，这个有个立，有个树，有个静，啊，从立从树，这样自身树，
啊，自身就是这个身，啊，所以就等于说是，自身数的这个意思。像这个春米气句型中间的四点表示有米，好，那我们一般讲什么米国，米国就是美国，或者是英国，英国也是米国，它的国旗就是个米字，好，所以不是，反正不是英国就是美国嘛，我们一般不是讲 米国吗？米国应该指的是英国，或者说现在广义大家都讲美国，美国，美丽国，美丽国，或者是英国，那可能跟英国有关系啊。这里个米字，那么这个中部下凹的这个春米器具，好，你看这个从人在旧上小陷阱，你看圣人说的井者陷也，圣人就说的就是陷阱，好，所以说会怎么样？会用一个陷阱来对待这个台积电，哦，所以是很坏啦。那当然是英特尔嘛，应该是就是美国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天字会意呢，甲骨文字形下面呢是个正面的人形大，好，哦，这里有个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？大，好。那么上面指出呢是人头，好，哦，这其实这个是一个人头，那么这个小篆呢变成一横，哦，本来是人头，那人的头顶这样就是颠颠颠颠颠倒的颠，至高无上，从一大，所以它本来是这样一个人头，天是一个人头，好，所以也是很有趣，哦，那还有这个是一个吕嘛，好，吕春阳的吕，象形呢，习太岳为与星吕之臣，故封吕侯吧。好，凡吕之属，皆从吕。然后呢，这个下面一个吕，下面一个肉，啊，这个字，就是这个吕，啊，它就叫做吕，念吕。那它呢，形声从肉吕。有旅行的旅，有肉，本意就是脊梁骨，所以它有脊梁骨，那指的应该就是说，譬如说是台积电的脊梁骨，脊梁骨就这样。对，篆文是旅，从肉旅生嘛，好，那旅本古文，以古文为部首者，因旅从旅这样，然后秦氏小雅履历纪演，好，履历方刚，好，古著皆训为重力，不敢约履，与这个履同者，好，就是履行的履，所以履是一个卦象，有履卦，然后这个火又是离卦，所以呢可能有履卦，履卦就不太好了，就不太好了，所以这是变成说是，台积电应该伤的也蛮重的，哈，蛮重的。那古公新旅，好，秦，好，有秦文，这样，还背楼，还有柱子的柱，还有这个胫骨的胫，相对。若言本履，履重出，失骨，不得不以及内肉及骨分视之。还有什么江履水啊，江心水啊，这样这些呢都是，有一点是关键字，所以你看有中华嘛，中华，对不对？中华，这边有个国，中国，这边有个阳，太阳的阳，都跟这些有关系，那跟江心水可能这些都有一点关系，好，那个唇呢就是
唇，形声就是蜜吞，表示与线丝有关，本意就是蚕丝，就等于说很细致，非常细致。你看菩萨真的很准，你看台积电他做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极度细致的，比蚕丝还要细致。说文解字就是丝，这个细，这个密臀生，精也纯就是简，节俭，节俭，所以也是要很节俭。你看它就是这样子，就长这个样子。那如果阳呢是形声，这个左腹右翼的腹阳，从腹与山有关系，山南水北，山的南方，水的北边，山南水北，那么阳也有高明的意思，有高有明，所以你看它就是一个，可能不是，还是说台积电是一个高明的一个公司啦。那么这个阳呢就是开的意思。那么从日一物，然后呢一这个一曰飞扬，一日飞扬，一日长也，所以有飞扬有长，那么一日强者重貌，重貌，这个貌就是这个字，宋仪，同这个面貌的貌，这样有宋仪，从人白相人面形，凡貌之属皆从貌，那么或从业，豹形身有豹，所以你看白人豹，有像这个白人，所以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台积电就是白人啊，但是大部分是我们股份应该都是我们台湾。好，那虫呢就是这个虫，那么说文解字呢就是后也，人东升，所以它是虫是千，千田土，对不对？千里，千田土，其实它是人，它不是千，它是人东，所以有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人，那么还有东，东边的东，这样有关系。人就是属水，壬癸，人就是阳水，那么凡太阳的阳，凡虫之属皆从，皆从虫，会重生啦，助用且，这个徐凯曰，仁者人在土上，所以有人跟土，故为厚，厚就是等于说比较很厚，东西很厚，厚重，这样子。你看很有趣，你看它这个甲骨文，你看下面有个厚度，你看它就指的就是高高的哦，这个高高的哦，告诉你说这个高高的这样子，指的就是厚度啦，厚度有这么高啦。好，生的话呢就是重生的生，就是会意甲骨文字形，上面是出生的草木，下面是这个地面或者是土壤，生是汉字部首之一，草木从土里生长出来，就是滋长，有滋长的意思。茎，这个茎就是进步的茎，像这个草木生出土上，凡生之属之为生，就是个茎的意思，有这个茎。那当然有木土哦，木土。那么子呢，形生就是木宰省，宰省，这个省只是一个形容，形容词。
那个牧民，本意是牧民籍这个子树，就是这个子树，子树这样。那么呢，子《说文解字》就是秋，秋。好，落叶乔木，干高叶大，夏天开黄绿色细花。好，木材这个质地细，这个质地呢致密，可做器具。好，好像在开模这样子哈。所以你看，秋子。秋就是子，有没有？秋就是子，木秋。你看哦，这个宰很特别，好，一个棉，一个辛苦的辛，会意字从棉，从辛表棉，这个棉就是屋子啊，屋子里面呢，辛就是奴隶啊。你看台积电是不是屋子里面一堆奴隶的人？上成千上万上万上万的奴隶是罪人，你看他们跟黑猫有关系。好，本意就是充当家奴的罪人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台积电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征兆，不是的。嗯，它里面有很多的罪人，真的真的。嗯，你看起来是啊、让我们很方便啊，制作很多的晶片啊。但事实上，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啊。好、这个自心就是罪的意思，好、就是有罪的人罪啊。那么这个罪呢，就是犯法。好、所以其实台积电菩萨在讲台积电啦，英特尔这种公司都是犯法，真的，他们有犯法，有犯法。好、心从自。好，言自人，好，等于说什么什么什么，七比苦心之忧，轻以这个好罪，轻以罪，言罪人呐、好，以罪四皇字改为罪啦，这两个字很像，跟皇帝的话很像。好，那么言自古者以为鼻字，故从字，鼻指的就是我啦。就是我指着我的鼻子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心字即酸鼻啦，酸那个字，酸鼻，这样。你看黄就是白王嘛，所以可见一定是跟白人有关系，跟犯法有关系。其实或许一开始反正他就是把那个环境都弄得很糟糕。其实台积电环境会非常污染，非常非常污染。它不是只有一家，它全部跟它有关系的都是污染的，所以其实它也是有犯法，对不对？那还有，当然它有黑猫的事情，喵的事情，它真的有参与，真的有。所以其实很明显的，好。那么辛苦的辛，象形俱加古文，像古代的刑刀，大罪。那么秋时，说文解字，秋时万物成而熟啊，金刚为心啊，那么这个心痛即气出，哭泣而出啊，那么从一，从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就是罪啊，那么心成根，向人骨。凡心之属皆从心，它就是长这样齁，也是很好玩这样。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啊，就有戊庚辛这样，天干啊有几个这样子。秋时万物成而哦，这个字好特别。所以你看，刚刚有一个力，好，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气，哦，所以又有两个力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当然有时，都有日嘛，哈，那么就是谱，你看又跟谱有关系，对不对？
那么这个有成，那么就是普丁了。戊午丁就是普丁有成。好，应该有成这个字。好，总之可能应该是跟普丁有关系。好，那么树呢是形声木树，好，本意就是栽树。好，生殖之种名。好，从木树生。这样，那我们知道这个种的右边的话就是有这个葱，葱的话就是有急促的意思，所以呢可能有什么事情急速，很急促的，很急速的，然后生殖，这个种植，这个植物的植，种植然后生长这样子。那么它的右边呢就是树，树一个是，然后一个口，一个这个八一，然后寸，这样。哎，那八一，哎，八一不就军人吗？八一军，那、不就解放军吗？哦，解放军会来。对，那么立，立又来了啊、这个树，《说文解字》就是立，所以三个立了，已经三立了，三立了。所以呢，有一定是有谱嘛。川普的普还普丁的普，可是我没有看到川，好，目前都没有看到川，好，好，树就长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李呢？这个好，宴礼的礼就是这个里面的礼啦，好，就是内衣内，好，衣服之内就是衣礼，啊。这个公理的理，这样。再来就是环，好，这个环生一朵莲的环嘛，所以就是等于说，有这些什么抑扬顿挫啊这些的，等于连接词之意啦。那么《说文解字》就是复，环复什么？环复什么？从错从环。生的话，会意甲骨文字上面是出生的草木，下面是地面或者是土壤。生是汉字部首，从草木从土里生长出来，滋长滋长。所以你看，茎啊一样啊，茎又再来了，有茎的意思。木这个出土上啊，木生出土上，木生出土上茎。好，有一啊。一朵莲，只是一，是汉字部首嘛，那么就是一，这个什么一周刊的那个一嘛，就是你知道哈，一个是在下面一个豆这样子，最小的正整数啦，只表示人或者是事物的最少的数量，这个一，这个一这个字，说文解字为出太史，你看女台，女台又来了，你看女台。道立于一，第四个立了，第四个立了哈，这个立立立立立哈，这个造分天地，好，化成万物，凡一之属皆从一啊，唯出太史，太史，太史皇都有了，太史皇，太史皇，女台，台湾的台。所以都有这些字了哈。好，朵朵象形小篆字形，下面是木，好，树上面呢像花石之类，本意花朵，朵为朵的俗字，所以你看有花朵。我跟你讲，这花朵呢，菩萨呢指的是花期。因为台积电的股东之一很重要的就是花旗，花旗银行里面他们托付给花旗银行，所以一朵花，好，花旗，那当然有等于说就反正就是有花啦，好，比如说花这样子。那么树木垂朵朵，从木象形，词与这个同意思这样子，所以什么
树木垂朵朵。好，那么莲呢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芙蕖之实，从草莲。所以说有芙蕖，芙蕖就是古书上指芋头、藕啊啦、藕啊寒吉、藕啊。那藕啊是谁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有芋头的意思，那么这个芙蕖，荷花的别名啦，叫芙蕖啦，荷花的别名叫芙蕖，如这个菊花、吉莲花，菊影、莲花影、菊藕、吉莲藕，有莲的意思，所以他说是火中生莲啊，火中生莲，就是很煎熬，但是也很难得的意思。好，那个蕖就是芋头的芋耶，竟然是芋头的芋耶，哇嘞，一个草在一个芋耶，好特别。好，那么道，好，就是行声呢，从至，刀声，到达，达到，去到，好，所以有至刀，又有刀了哈。至，至也，好，至刀。这样子，底在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用于邻属关系，现在已经不用了。那么这个底就是行声呢，从眼，这个是底，止住、停滞，止住了什么，停滞了什么。这样止住停滞，在《说文解字》的这个底，竟然是山居哎，山居哎，好，这个那么一曰，应该是一曰吧，好，下也或者一日下也，这样子，那么眼底之声，好，山居就对了，山居，那么这个底。或者是低，好低，低啦，好就是低下，好后坐低，头向下垂，头向下垂，谁的头向下垂？谁？谁低头？我觉得是，很难讲，我觉得是美国啦，因为菩萨说这个美国。德意翻成失意人，就是美国整个都趴下去了，趴下去了，所以我就有发愿啊，生生世世呢，我一定要美国，真的一定要他，就是完全的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任，负责到底，我们一定要打败敌基督，我们要彻底的歼灭敌基督，美国就是敌基督，真的，美国从来都没有什么基督过。为什么？他那个也是两手策略，他那个就跟你讲说我有基督，然后我就有敌基督。美国什么时候有基督过了？什么时候？没有啦。他们都自欺欺人说有啊，有基督啊，哪里来？基督来自于中国墨子，真的不是来自于西方，西方是敌基督，它是完全毁掉东方文明的，毁掉真正的基督的精神，好吗？墨子人家几千年前早就在兼爱非攻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就是个野蛮的荒地啊，就是整天就是这个信谎言邪恶，信谎言邪恶，还搞一个以色列神法攻美国，这个邪恶的帝国啊，我们发愿，我发愿，我生生世要灭掉他，一定要灭掉他。就是不能够让他的这样子害全地球的人。对，今生不行，就下一生再生生世世，一定要他，就是不能再敌基督嘛，就是不能够再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。他们就是永远就是。
要毁灭东方文明，就是所以我们生生世世要阻止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因为它寿命很长啊，邪恶妖精撒旦的寿命是很长的，你必须把它化为虚无，化为碎为微尘，知道吗？要把这个撒旦碎为微尘，他才会俯首称臣，否则哦，不可能的啦，没有那么简单呐。对，那就是你就是得要开悟啊，要成佛，要努力修行啊，不是什么生殖器加持啊，那个白痴智障啊那种，讲那些垃圾话，真的是笑死人了。那个什么以色列啦、生法宫啦、卢生宴啦、双生啦、着火那些。都是白痴智障会讲的话，好，那就是诈骗别人说这是一个宗教，笑死人，从来就没有这个宗教，这是人去创的，好，其实这个地球也不一定一定要宗教，地球需要的是善良，好吗？好，然后你看这个智，啊，低智，啊，从智下注一，啊，一地也。所以有天有地，有天有地的，又有人了，天地人啊，都有了，都具备了。你看这边还有个游大都，你看又跟游有关系了，又跟他有关系了，烦死了，好烦，讨厌死了。那你看涌，象形呢，小篆字形呢，像水流曲曲折折的样子，本意呢就是水流长。水流长，所以有水又有火，那你看你是不是水火既济啊？好、哦，或者是未济啊？这样应该是既济吧？好、哦，因为其实后来还是好的啦，永成根不坏啦。好、哦，虽然是伤害蛮严重的，好、哦，台积电会被伤害的蛮严重的，但是呢，可能这个根可能。或许不会坏吧，可是深刻的意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哈，不是要说不是表面的意思。好，那么长，好，什么什么很长，好，长远，江之永矣，啊，永，啊，皆从永，向水经理之长，水长，这样。你看永是这个样子。哎、欸，真的嘞、欸，真的有五丁了，又来了哈，真的有普丁哎、欸，普丁跟台积电有关系啊，我觉得可能跟英特尔也有关系，英特尔是小人，你看，不是他特别讲说防小人，以防小人，心静心机啊，啊，意指蝇头啊，以防小人，或许在讲说可能。这个台积电能够赚的也是蝇头小利，可能它能够赚的越来越少了，劳而为力，尤需节俭，以免举债。你看那个台积电呢，举债的挺严重，非常严重，当然英特尔举债也非常严重。好，就成就，好，你看到底永成根不坏，你看这里面就有戊丁，然后我们刚讲有这个历日啊、哦，两个历，总共有四个历哦。哦，历历日的话，那么就是丁，就是普，对不对？所以戊午丁有普丁了哈、哦，成就这样。所以它古字其实是从午哦，你看已经两个中午了，你看两个中午了，所以戊中宫成于中也，你看成于中。我认为还是成于中国，成于解放军，因为有八一军。八一军，这样。那当然，这个八啦，二加起来就是十，十就是一跟零相连就是六，十呢也是一零相连又是六，又是六六，哎呦六六，哦，六处六甲，所以又六六六六，哦，所以好多个六。啊，因为这种晶片这种东西，它本来据说就是，本来就不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了，它主要就是能源的话，应该是源源不绝的特斯拉发明，源源不绝的能源，可以这个无中生有的能源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可是呢就被 emo 集团给把它破坏掉了哈。
就是把特斯拉杀了，好，然后盗取特斯拉的发明嘛，就变成气象武器了嘛，哈，所以不是他说气象武器定天下，根本就不是人在打仗了，是气象武器定天下，你们要相信，啊，阿兵哥怎么打都不会赢的啦，是气象武器在定天下的。没有那个什么人去打会赢的，没有，真正根本就是气象武器。菩萨已经讲了，他出千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哈，哎呀，打仗就是或许表面是人在打，但是事实上不是，是气候武器、气象武器在打的。而且你看，真的是普。旧啊，成就的旧，这个经啊，就是普经哎、欸，啊，普经，然后右边是油啊，油起的油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就是真的很巧啦，我觉得实在是太巧了哈、哦，太巧了，对，所以你知道，哦，当我发明这个说文解字的这个方法，哦，我觉得是一些信息告诉我的，啊，我觉得信息就是菩萨了哈、哦，虽然我也是。我也没有看过他哈，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太准了啊，准到真的准到一个爆！你看这里又有一个剑呢啊，斩首！你看台积电斩首台积电啊，或者斩首英特尔都不一定，斩首小人，斩首谁？斩首白人呐、啊，有白人呢、欸，哦，也有华，也有中华哦。斩首中华，斩首中国，斩首华人都有哎、欸，又斩首白人，哦，那因为他就是，就你知道，就跟黑猫有关系啊，嗯，好，你看庚辛申呢，从木艮，你看履卦啊、哦，就是刚刚我什么履卦，这个是艮卦，还有一个离卦，你看那么多卦。好，我们之后再讲艮，你看有艮哎、欸，好，草木是艮哎、欸，有艮，好，木珠，好，木珠也木艮生，好，那么这个布就是甲象形甲骨字，这个文字上面像花地的子房，你看花又跟花有关系，好的子房下面像花蕊下垂，你看又跟垂有关系，又花蕊。好，又跟花有关系，花就花旗嘛，就花旗银行嘛，跟花有关系，长立之花，这样。二，锲而不舍，金石可什么？可镂，金石可镂。说文解字是钢铁，可以刻镂，所以有金哎。金木水火土五行通通都有了、欸、金楼下书曰凉州共楼一曰楼斧、欸、斧头的斧、欸、都是砍的意思、欸、有钢铁这样你看他说金石可镂可镂心生从土、哦、这个坏生、哦、古代建筑物主要以土建造故从土、哦、本意就是倒塌、欸、可能有什么东西倒塌使建筑物遭到破坏你看那个、台积电会遭到破坏建筑物本身、哦、它会倒塌会遭到破坏、欸哦、这不是挺可怕的吗然后败啊，就是败坏，他把它败坏掉了，所以从土怀生，啊、哦，这样子很坏啦哈、哦，那么怀啊、哦、也是这个怀，啊、哦，坏的右边，那等于说是
就是侠，侠客的侠、欸哦、有侠客的侠是这个是这个他、哦、目相及，目相及，眼睛互相的可能看到、哦、大啦大的啊大。那说文解字呢就是目相及，从目从利醒这样。好，那么利呢就是有哎带我又念错了哈，有哎没有，利跟带都可以念哈，就是带。带的话呢就是右倾尾会意，本意就是逮捕追击。你看这个逮捕谁啊，啊，台积电，逮捕英特尔，逮捕，会逮捕，华人、白人、中国人，台女、女始皇啊什么的，这些都会有逮捕哦，都会有逮捕。急啊，急，以急的急，然后从这个右，右就是手嘛，哈、啊，这样。好、啊，还有这个字念尾，无 a 尾。微，所以说文解字就是微，微小的微。从到毛在之后，古人或是系微，西南夷亦然。所以有西南哦，夷哦，跟西南方或许有关系。但是今年是那个五黄煞，就是很不好的那个方位是在西北方，所以如果你常常往西北方去走，不太好。不太好，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说，就是那个车子啊，就直接就撞到超商那个啊，好、哦，他可能是脑雾了啦，哈、哦，他说他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了，然后那个我一查哦，那个车子往西北方撞，车子往直接往西北方撞，西北不太好，不要今年不要常常往西北方。嗯，因为五黄煞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你往哪个方向去比较不好，或者说你本身就在就是或者说地球的西北方就不太好。嗯，看你那个是相对位置，相对位置就是说你家的西北方通常就不太好，今年对你来说不好，对你家来说不太好，对别人可能就不会，就每个人的西北方，每个人往西北方走都可能都不是太顺利，真的。或许呢，就是今年，因为今年是那个西北方，所以西北方是那个五黄煞，所以可能不会太顺利哈。那么有微小的微，啊，你看他们晶片都很微小，这样，然后就是像纳米这样子，很小很小，微米，微米。那么形声呢，从人一声甲骨文字形，人在一中、哦、本意呢是靠着、哦、靠着倚、哦、倚赖的倚、哦、倚着，这样一个人一个骑，人大可，人大可，大可、哦、人倚着嘛，倚着什么，所以人其身斜靠着，以一也，以就人靠着，靠什么，靠什么。好，那这个然就是会意间行声，下行上升，四点是火的变形，然后生福读这个、哦、是狗肉的意思，有狗肉一个犬嘛，所以呢就是那下面呢加火以烤狗肉，烤狗肉诶、欸、天哪，本意就是燃烧、哦、燃烧。那这个字应该是念好、哦、说文解字这个是烧的意思，燃烧，燃就是烧啦，就是烧啦，拿来烧啦。哦、那个枝就是从木枝生，这个枝又就是手嘛，枝生从主干上分出的茎条、哦、茎条
那么木别生条，木别生条，木之生。所以那个之会意小篆字形上面是竹啊的一半，然后下面是手啊。说文从手持半竹，本意就是去枝的竹子，去枝的竹子，去枝的竹子。所以去竹之枝啊，手持半竹枝。那么叶呢，就是古邑名，河南省叶县南，春秋时属楚的领地啊，汉治县。那么这个草木之叶也，草木之叶啊，长这样子。好，你说它像不像以色列？以色列的那个很，你看它的那个图形，就是有点像这样三。有点像三叉杖啊，好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皇上眷念的县令啊，这边河南啊，跟好像跟河南有关系哈。如果没有草字头，它也是叶，哦，它也是叶的意思。哦，薄，你看什么东西薄薄的，很微小，很薄米，微米。你看就是金元啊，他们就做这个的，所以很准啊，真的很准。从三乃得生啊，从三乃得生，从三乃得生。我又念错了哈，我以为是咱们仨，咱们三，不是，是撒啦，是撒啊，我念错了，撒是撒，数词就是三十，所以呢详细解释是三十。又跟三十有关系，用煞有关系。三十啊，三十什么？三十病，我也不知道三十什么。三十什么？十三，那十三是什么？十三家族，就这样子。那你如果三十的话，给我三十个包子，不就六六六吗？那是 OK。你看，台积电就是一个六六六的公司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会意色就是会意甲骨文当中像一个人驮着另外一个人，养成其脸色，本意脸色好准哦。台积电都养成着美国的脸色，超准的啊，养成着花旗的脸色，好准哦。好，而且你看哦，刚刚有华这个字嘛，好，我们刚查的过程当中有华，真的有华，有耳。英特尔的耳，然后呢也有接，你看啊，哦，这个啊这个家的这个土土就是这个龟嘛，土土，然后呢行放在中间，不就又华尔街又来了？华尔街呢怎么样？斩首华尔街，斩人，斩人，斩小人，斩首华尔街，你看又来了。所以哦，什么事情？大概都跟华尔街有关系，可是你看这边有个一耶，一如果这个如果有一点，好借一点，假设这个借这一点，好，假设借这一点，或者是某一点，然后呢这个这样一点，然后再加上月，月，哎，那就伊朗了，伊朗哎，有伊朗哎，哦，那有没有伊拉克？我是没看到哈，就这样子，目前都没看到。所以你看，我觉得有新加坡的新啊，朝鲜的鲜，以色列的色，这样刚也有列啊，啊，这不是列吗？色列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跟这些阴谋集团的国家都很有关系。好，色就是言气嘛。有这个气字，从人从解，好，又来了，解又来了，好。那么眼呢，就是叶，刚刚也有叶，眼，好，跟头有关系，跟头，欸，跟印堂，印堂，你的头，你的印堂，就是眼，欸，好，印堂就是在你的眉目之间，两眉的中间，好，眉目之间，眉目之间，眉跟目之间。眉目之显，
就是之间的意思，弦。你看弦长这样，好特别哦，它真的好特别。然后呢，气，象形字，意体，意作这个气，好，这个小篆从米气生，赠送粮食，哎，哦，原来气是赠送粮食后表示空气，这个云气，后来就表示这个空气云气了。其实是气是赠送粮食，就是把这个米啊，把它给赠送出去，哎，好，所以呢叫做馈赠客人粥米，馈客粥米。这样米气从米气生，有气。好，春秋传曰：啊，齐人来气这个诸侯，齐人来气诸侯。这样，心的话，这个形声呢，从金，哎，你看又来了，习近平的近，啊，这个莲花的莲。这个错步再加精，竞品又来了，竞品又来了，哎，以色列的以在这里了呢，所以以色列出现在这支签里面呢，那是以色列有投资呢，还是以色列的无人机嘛，还是怎么样？台湾就无人机啦，以色列的什么机器啊？好，我觉得以色列就不妙了哈，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，真的很烂啊，齁。从木，这个心生，巨甲骨文，左边是木，右边是斧子，你看斧又来，斧头又来了，只用斧子砍伐木材，然后用斧子砍伐木材，心是一个草一个心的本字，那说文就是这样，那心就是新加坡嘛，新加坡，新加坡，曲目，说文解释就是曲目，从金，然后一个新，一个木，好，曲目，好，终于查到最后一个字了哈，太好了，放鞭炮，你看渔民啊，先就是渔民嘛，哦，应该出各国吧。从鱼，然后三个羊，哎，我的天哪，羊又来了。好，先就是这个，应该是鱼吧？好，这个鱼，你看河，哎，河，哺乳动物河，哎，这样河是什么？河就是长脊的野兽，一种野兽通称河子，河子也叫狸，哎，那不就狸猫的狸吗？啊，狸猫的狸，说文解字就是北方的什么什么铜，哎，好像是稚铜，嗯，稚各生。孔子曰：啊，这个何之为言恶也？就是恶言呢，哎，啊，言恶也，啊，言是恶的，啊，言是恶的。那么狸猫的狸，啊，狸，狐狸的狸，哎，啊，那么就是肉食目犬科的一种动物，产地包括中日朝乌苏里边区有三个亚种，产于中国东北、华北、华中、华南、西南各省，是著名的毛皮兽。你看兽又来了。它的毛皮被称为和子皮，或者是和绒。哦，它的外形很像狐狸耶。好，哦，穴居河谷、山边和田野间杂食，鱼、鼠、蛙、虾、蟹、野果、杂草，皮很珍贵。一丘之貉，又念豪，哦，或者念墨，貉。一丘之貉的貉，所以就是狐狸啦。哦，你看狐狸是什么？狐狸就是这阴谋集团啊。你看这个字就是念这个雉啊。你看我念对了，终于念对了。古书上说的
没有脚的虫，没有脚的虫，欸，没有脚的虫，欸，虫子的通称，你看虫又来了，这样，无脚的虫，体多长，如蚯蚓，如蚯蚓，这个，这样，所以你看跟又跟，你知道跟，啊，反正跟危害人类最有关系啦，就这样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你看，欲有所思，公司的是厮杀性，欸，你看有杀啊，受长什么东西的，这个字真的不知道。这样，欲有所厮杀性，看跟前面好像某一个签也是这样子，你看，所以哈，哦，真的是不太好啦。所以总之就是大概给大家知道，我觉得最准的就是那个英特尔啦、华尔街啦、斩首啦这些的，好准哦。有伊朗，欸，真的有伊朗，那或许反正就有这些国家，还有普京这样。所以基本上可是菩萨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到底永成根不坏啦，所以会有可能放火烧，可能烧的真的蛮猛烈的，但是哦，根没有坏，这样，那谁知道？反正到啊，反正今年呢，明年就知道了哈。那我就分享这边，谢谢，请大家口耳相传我的话，然后呢，绝对不要吃超商的这个呀蛋啊，你知道啊，进口的蛋通通不要吃，进口的肉、鸡肉、鸡蛋通通都不准吃。或者是超市超商的这些你们都不要吃，你不吃不贪吃你就不会有事情，大家一定要口耳相传，吃我们自己本地的就好了，因为菩萨已经这么讲了，给第91首讲得非常的明确， BBQ 就是 BBQ， 所以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。那我们就分享这边，谢谢。那你看到这个83，好，那8加3就是11、哦，你看82加1不是83吗？所以或许又有11又有666，反正又是那些啊，你也知道的，所以我只能说菩萨很准，而且真的也有贵族嘛。好，你看方人士就是贵族，你看又有贵族又斩首贵族啊，因为台积电真的很多这个贵族是需要被斩首的。你看台积新危机，英特尔一招抢制程领先地位，哦，所以其实是不好的，哦，它是对台积电来讲，对台积电来讲，英特尔是真的是真正的小人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哎，永远都是这样打打杀杀的。好，而且你知道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？这支签准到你看有个仙，哦，那刚刚有个立，哦，又有一个田一个土，哦，那么就是什么仙童半导体，据说呢台积电就是来自于仙童半导体，英特尔也是来自于仙童半导体，哦，反正就是跟这个仙童有关系，哦，这样。因为你去看它的企业的严格你就知道了，很准啊，它竟然能够出现了仙童半导体，就出现了仙童两个字哦，这样，哦，就是英特尔 的前身啊，哦，前身。你看高登的高，哦，摩尔的尔，高登摩尔，有时候你能够出现这个几个字就已经很棒棒，好棒棒了。对，你看这些英特尔的这个，等于说是台积电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嘛？你看世界上第二大的半导体，这样。好准哦！好，仙童真的出现仙童了，而且真的出现了朝鲜跟朝鲜有关系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好，你看，哦，真的有花旗哦，真的有花旗。你看，刚刚有花，还有旗，还有方，花旗方在这边。
所以真的有花期。好，你看最后我们看花期托管台积电存托凭证专户有532万张现股，国发基金有165万张，持股比例高达 20.52%， 好，然后跟 6.38%， 你看我们的国发基金还那么少。波克夏，好，波克夏刚刚有个夏字，好，波克夏就是那个这个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夏海瑟威，啊，等于说是什么？他们都阴谋集团的哦。我们以前是多么的相信巴菲特，结果呢，巴菲特是阴谋集团当中的这个最阴谋的人，很恐怖哎，跟比尔盖茨这样。所以这个前十大股东就有花旗，这个签里面竟然就真的出现了花旗。叫做方其人啊，方其人就是花旗啊，花旗这两个字都有了，这样，那新加坡的新也有了啊，还有什么挪威什么中央的什么大通托管的什么先进的什么星光，那刚有日有生有光，所以有星光，星光都有了，进也有了。星光先进总和国际股票指数，新智劳工退休基金，还有这个美商摩根大通银行台北分行受托保管范家德集团，这样。所以你看，跟这些，你还有什么？这个范家德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富邦人寿、美商摩根大通银行台北分行受托保管这个欧洲太平洋，刚刚有三个洋嘛，太平洋成长这个平也有啦，平也有齁，太平洋都有成长基金，好，成长都有了，你看多准，你看多准多准啊，这个菜渣的渣真的最好笑了。好，但这个渣的话还要看，好，就是那个弱啊，弱就是折菜嘛，好，大家记得吗？折菜还有渣，真的太好笑了。就我前面那个45手的时候，真的是有菜渣，选择菜渣，反正很有趣啦哈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们收人节制是非常准的啦，嗯，要能够合成组合成这些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太平洋成长基金，太平洋成长这些都有了耶，好，那么基金也有了耶，这几个字全部都有了，太恐怖了齁。那我们先分享这边，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谢谢，请加订阅我的小老鼠 Joyly 1 Joyly 3 Joyly 5 Joyly917，这样135，然后917都是小老鼠 Joyly， 或者是你直接打这个 YouTube， 你就直接打 Joyly 917，这样很多，还有我的抖音，好，我的抖音就是 Joyly Joyly 2018-0624，就是我第一天讲的这个时间是大饭天王选的，是他选的，就开始讲的那个。就是那一天就开始讲那个什么，他选那个讲圣人的事情，反正至今也没什么人相信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分享这边，谢谢。